正常我们打个壁垒，这宝宝呢连击会跳我们的镜台啊，就是连击在镜台就在。但这宝宝有小招架，我们不上大招架，那这宝宝就是高壁、高偷、高级吸血加壁垒。第一本呢，我们先走本高级吸血，看他跳不跳吧。连击如果跳位的话，镜台就会掉一个啊。连击是天赋技能，我们看上牌的连击，只要连击是在的，镜台就是在的。OK， 镜台是在的，连击没有跳位啊。下一本呢，我们走本壁垒，同样的看着这个连击，镜台在的。下一本书我们要走本高级偷袭，还是看着连击跟镜台啊。好，镜台是在的。我靠，全是坑书，一个壁带加个鬼魂，我靠。剩高壁高叶，高壁高叶最好就是先上高壁，看上面的连击。夜战镜台跟连击掉了一个，如果出连击的话，这白这宝宝台子就掉了。来吧，出台子给我掉连击，稳住，连击给我滚。好的，再来是高明思，高明思高叶，先上高叶。当当当当，我靠，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人刷高级藏宝图啊？这是要爆四万的下来的吗？你们吓我，我靠！看这两个位置啊，这两个位置出现高叶战的话，镜台就是在的啊，镜台在的啊，来出高壁，高壁掉了，看我不上高谁呀？我上不去啊，哥哥，能上得去我都上了。老板，最后一本了。高防御，还是看着高叶战的啊，只要叶战是在的，镜台就是在的，在的镜台，来出偷袭，出壁垒，壁垒吸血 ，OK， 搞定。上面高偷袭，高偷袭。强力跳掉了，偷袭跳上台，洛言在下，高壁在上，走高壁，洛言跳位的技能不太好掉，我们去认证一下洛言。我是没办法100%能挣10000的，我就吓死了，我是没办法，偶尔给你们挣个几万，挣个几万，挣个十来万是还可以的，对吧，偶尔是还行的，你每一次都挣那么吓死了，100%那么吓死了。我要是打出能100%成，我现在早就被网易拉去做人体研究了，我跟你讲，真的直接拉去剁掉了，真的直接把我解剖了，拉去这个做人体实验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本身就是几率性的游戏，而且还是游戏后台控制的，你很难去觉得说要啥的。你们忘了吗？我在北京二环有一套房子，价值2亿1000万，2亿1000万啊，是什么概念？好好想一想，能跑得掉吗？对不对？就这几百块，那是钱吗？对不对？那都小钱，你知道吧？
A small money, OK、你北京的房子怎么一天一个价格？这不涨价吗？这还问人呢？那房价是会涨的呀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昨天还两个亿，今天就两亿一千万呢。那这东西，你没学过经济学吗？那市场波动价格呀，这个市场这个东西会有波动价格的呀。搞越战。强力，对，还差一本了，老板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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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高墙就成了，高墙，好嘞，老板高级系列套吧，防御还是抗风的，可以不？